都装好了，装好了。走。社长，这些文件怎么办？烧掉。是。东山君，任务完成了。我们已经在设定的36个目标处安装好炸弹，明天一定会把上海炸个底儿朝天。 这可是火神行动的最终阶段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明天早上10点，中国人就会知道什么叫恐惧。冈仓君，明天10点钟，东山他们要执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我只知道他们会引爆定时炸弹。引爆一枚定时炸弹。 不过是摧毁一栋大楼，火神行动最终计划没那么简单。那样会死更多的人吗？嗯。到那个时候，上海会成为一片火海。小鬼子像是要撤了，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搬东西。 担心的事儿啊，日本人的火神行动并没有结束，他们上一次的行动被我们破坏了，肯定不会甘心。喂，好，等一下，唐医生找你的。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是个女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雨锦。唐医生。 明天早上10点，东山他们执行的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我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，请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，不要再让无辜的人丧命了。阿锦是谁啊？是疯子。明天上午10点，日本人要进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难怪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看来他们这次行动是非同小可呀。 阿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既然他们要搬家，就说明这次行动的结果跟京都株式会社有关系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早上，国军的主力部队就要进入市中心地带。京都株式会社就在这一片区域内。我们不知道火神计划的最终目标，我们只有围攻京都株式会社。 才有可能发现线索，找到火神行动袭击的目标。时间紧迫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小顾，啊，快把同志们召集起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再给老爷打个电话，让复兴社也参加阻击战。好。老丁，算我们包夹帮一个。小虎，把弟兄们都叫来。是。 小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日本人打到了咱们家门口，我们中国人不管有枪没枪，全是战士，一定把小鬼子打个屁滚尿流。嗯，我知道。老弟，你放心，我们复兴社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。好，再见。 来人，召集所有的人马，马上赶到京都株式会社。站长，咱们真要跟日本人干吗？那当然，让他们看看，打鬼子，我们不比共产党差。走。此刻，我们马上就要去打日本人了。 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，等打跑了日本人，我再来这儿看你。
你们两个人，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亲生的，你们两个人都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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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人，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亲生的，你们两个人都给我
我真恨自己不会打枪，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。打仗嘛，是男人的事儿。战争是所有人的事，不管男人女人，都不能袖手旁观。阿宝，你现在学会反驳我了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好歹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。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是好事。 在向子妍姐，好些天没见着了。刘叔叔还把她关在家里吗？别灰心，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总有一天刘叔叔会明白，你是最适合子妍姐的人。阿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 走吧，可以出发了。走了。走了。公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我有几个文件没拿，我回来取一下。真是拖沓，抓紧时间，10点之前必须撤离。是。 放子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把我们撤退的计划告诉唐玉锦了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连东山的计划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找到一张地图。 撤离的消息。
告诉了唐一姐，混蛋，找到他们，干掉他们！是。没想到他们背叛了我们。 这些红点应该跟火神山的有关，很有可能。那这些红点就有可能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。这些红点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。你看，这是京都株式会社，顺着这上面的街道往下走。 Thank you.
说的话是不是很直接？我记住了，非心非念，物我两忘。大声点。非心非念，物我两忘。 社长已经知道你和凤子偷鸡叛国了，我们也偷鸡叛国，不要狡辩了。这可耻的叛徒，东山社长是不会放过你的。 已经过了，为什么还没有爆炸的声音？我想，我们的任务失败了。这不可能，没有人可以打开那个铁盒。那天中国人打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汤于锦。又是汤于锦。 老姚，日本人在城里的下水道埋了很多的炸药，想用这个定时炸弹引爆。这张地图上有很多红点，每一个红点都是埋了炸药的地方。你马上通知国军，让他们去排除炸弹，以防不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走。
你枪里没子弹，为什么？我累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说到的真理。可是对我来说。 吗？嗯。那老丁他们呢？他们在现场搜查，我有点累，先回来了。唐医生，你有心事吗？这段时间。 子刚的死让我觉得，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醒来，他就不在了。是说你和子妍姐吗？说实话，阿宝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那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唐医生，趁活着。 阿杰，阿杰。
子言，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上海马上就要开战了，我想带你去香港避一避。我不离开上海。你还放不下唐玉锦？爸，我已经答应阿景的求婚了，我马上就是他的妻子，您得接受这个现实。不行。 必须忘掉唐玉锦，否则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爸，你觉得你这样能锁住我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？我舍不得你，可我怎么样？我是你唯一的女儿。 正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这件事儿没商量。怎么了？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阿锦啊。 我在京都株式会社发现了份文件，关于刘兆林的。文件里记录了他和日本人在生意上的往来。那可能是他们在做生意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可是有些生意已经构成了汉奸的行为。现在放在桌上，一会儿你看看吧。小郭，我们先出去。好。 16年前，刘兆林就和日本鬼子进行了黑幕交易。原来是刘兆林枪杀了我的父亲。 被唐余锦给打死了。哼，青狼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，让最强大的对手打死自己，那是他保全名誉的最好选择。可惜了军部的第一神枪手啊。 东山社长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什么事？我们撤离的时候，我注意到您把和刘兆林的交易文件留在了会社里面。怎么说，刘兆林跟您也是多年的故交，您这么做是为什么？
刘兆林不服管教已经很久了，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中国人去惩罚他。石野君，我想请你到刘公馆去看一下，对刘兆林这位老朋友。 我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，啊！明白。老爷。嗯。门口留了封信，说是给您的。 你下去吧。好。刘兆林，你还记得冈仓正雄吗？他16年前的日记在我的手上。 素来十里河山，懂会面。跟着刘兆林。 喂，阿宝，我是紫妍姐。紫妍姐，阿锦回去了吗？回来了一趟，又出去了，说是去十里坡山洞了。他去那儿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，他是拿着黑衣的衣服出去的，好像他做什么他也不说，只说很快就回来了。那你让他回来给我打电话。哎。 我来了，马锦，我知道是你。 知道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吗？为了纪念你的父亲。对，16年前，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，被人暗杀了。你不想说点什么？这跟我有关系吗？
你是相信日本人，还是相信一个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？冈仓正行的日记里到底说了什么？是谁杀了你的父亲？是你。京都株式会社的秘密文件我都已经看了，这些年你否认的全部都是真相。真相？什么是真相？你懂什么是真相？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当年上海滩的枪王有多威风啊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杀他吗？他是自己害死自己的。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我曾经多少次劝他，日本人不是一枪一个就能赶出中国的。现在日本人不是还在上海，还在中国吗？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我是被逼的。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对吗？